31号，舒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最新动态，然而直播的画面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画面里，31岁的舒畅颜值大变，面部僵硬不自然，舒畅近照脸型变长，下巴变尖，与以前变化较大，网友大呼不敢认了。随后便有网友猜测舒畅是否是整容过度，但也有粉丝表示是因为舒畅用了滤镜导致美颜过度的原因。据了解，舒畅曾出演过《孝庄秘史》《宝莲灯》等多部经典影视剧作品，清纯标志的模样也被许多观众所喜爱。芒果捞新闻，我们还是多多关注舒畅的个人作品吧，不当。